为着要让弱势民众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台南市社会局甲爱心团体做伙举办爱心送便当活动，总共1000份便当，无到一点钟就全部发送完。希望透过爱心活动，会当更加侪善心人士关注弱势族群，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为了要关怀弱势族群，社会局甲台湾龙田金塔学会10号上午伫台南公园举办发便当送暖活动。希望可以尽一份心行善，市长韦天也前往现场，共同响应这场爱心活动。良田耕读协会，还有博爱老幼协会，共同我们的志工一起，还有我们陈一杯办公室一起，来帮忙我们的爱心，准备了1000份的爱心便当，还有这个水100箱，来给我们的好朋友。我想这些是很不甘的，很甘心的。这次由学会理事长发起这项活动，也是第二摆来到台南公园发送便当。因为便当数量有限，区长也伫前往响应时，提醒民众摕家己需要的份就好。领一个便当安尼就好啊！咱就领，咱领咱的份安尼就好，无一定重复排队安尼会把咱一个爱心资源爱心人数咱感觉讲愈来办会愈无力安尼。这次的爱心活动，除了感谢各善心人士支持。也希望透过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会当引起社会大众对弱势族群的关注和帮助。记者北区综合报道。